我能理解，一个人会因为第一印象对另一个人心动，可我真正在意的是，你喜欢内在的我吗？仅凭一份资料就对一个人下判断，这未免过于武断肤浅。爱情的基础是真实，我们要帮助每一个客户透过外在看本质。不知道您想要找什么样的对象？你这样，我以前被一个女孩用同样的方式骗过，比如她住在城中村，因为有露台，告诉我是上等。我的运气特别好，我的妻子不会骗我，而且她还很完美。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人。存在？没有。有。老冯，我不知道你有客人在、啊、没关系，马上就忙完了，进来吧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苏先生，这位是我的妻子温柔，时尚品牌 Polymoda 的高跟鞋设计师。幸会幸会。幸会。虽然他每天都很忙，但还是坚持给我送他亲手做的午餐，见笑了。老婆，我都已经说了，你这么累就不用每天来送了，你这么忙这样子太辛苦了。山太太果然优秀啊。所以我就说了，是有完美的人。老板，有个文件需要你签个字。不好意思，等我一下。高跟鞋设计还没开始量产，只是一个空壳。至于亲手做的三明治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店里买的。这么多年了，还是一点没变。真巧。一点也不巧。我是专程为你而来。你想干嘛？我想来确认一下你的未婚夫到底是不是真的了解你。可是看现在的情况，似乎并不够了解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爱他。原来是我不配啊。苏子光，咱们两个不合适。你先别误会，我不是来找你买会的。到底是来干嘛的？我只是觉得你应该一视同仁，怎么对我就该怎么对他。苏子光，你不要太过分。
是你先隐瞒事实的。我确实有所隐瞒，但这并不能改变我和善良的爱。我们在一起的基础不是你想的那种外在因素，我会为了善良把高跟鞋做得更好。你描绘的美好前景不过是水中月，镜中花。善总，我这会儿去处理一下客户的事情。行。你说如果善良知道了真相，会不会做出跟我一样的选择？你们在聊什么呀？我们在聊你啊。你确定你了解你身边这个人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追过他，但接触之后发现他和外在形象完全不同，就再也没有继续约会了。他在网上所有的形象跟他真实生活中完全不一样，希望你能擦亮眼睛看清楚。你什么都不要说了。追求者是吧？你竟然敢骚扰我老婆。我骚扰他？他刚才是不是趁我不在的时候跟你提起以前的事儿？这就是骚扰。不是，你没懂我的意思。我的意思是他有事瞒着你，他以此威胁你。你到底什么企图？他让我离开你。痴心妄想。他骗了我，现在又骗了你。你骗他？你觉得你说的话跟我老婆说的话我会相信谁？苏子光，我劝你放手，错过就是错过。你以为拆散我们你就有机会了？现在在温柔身边的人是我，你们没有机会。不是，你没觉得我们俩说的不是一件事吗？我劝你从今往后不要出现在我们的面前，尤其是我老婆的面前。老婆，你不要害怕，有我保护。不就傻白甜吗？哎，你们这儿等级最高的会员费多少？给我办。真假的？你这剧情也太不合理了吧？很合理啊！你记不记得《白蛇传》？法海他告诉许仙白娘子是蛇的时候，许仙是什么反应？什么反应？他骂法海神经病啊！善良就跟许仙的反应一模一样。可最后白娘子还是现了原形。那还不是因为许仙他怀疑白娘子，所以用雄黄酒试探他。但是善良不一样，他是不会怀疑我的。你小心点啊，你别玩大了，闹个水漫金山。不会的，我相信我会成功的。你可真行，你是怎么把善良拿得死死的？因为他只是善良，他不傻，必须有一颗真心才能打动他。既然你这么爱他，不如你把这房子退了吧，万一有一天被善良发现了怎么办？市区太亮，我看不到星星，我还是在这里是最真实最舒服的状态。你看到那颗星星了吗？即使乌云密布，我也一定会找到他。不会是一场梦吧？不是，你先醒醒，你先分清是美梦还是噩梦，出事了。
高定服装，快点快点，老刘，看你后边，快快快快快快！等等，这是沈总那边推荐的免费的奖，新郎新娘都是特约的，我都还没见过。知道吗？今天就一场戏啊，大家快点，走走走，快快快快快，下车下车下车，注意跟上啊，跟上跟上。你们俩去取景，待会儿宾客来了以后，这场子一定要破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我刚打听过了，一个拍甜宠剧的张导要来这里拍一场婚礼的戏，房东也联系不上了，他一定是同时签了两份合同。哎，我说啊，你们往旁边站点，你们三个站着像 WiFi 信号似的。哎，不是，那怎么办？我们亮出合同，让他们走啊！现在对着我就彻底穿帮了。我跟善良说了，这是我家。哇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说他是来拍婚礼的，那就对了。那行，那先谢谢你了。哎，好。导演，这就是新郎了。你就是新郎啊？你好，我是新郎善良。一会儿啊，你就想象你是真结婚。我就是真结婚。嗯？啊，这就开始入戏了。一会儿你要把对新娘的情感都演出来。我对温柔的爱深入骨髓，不是演的。啊？好，好，就要这种自然的表达。嗯，嗯。善良。谁啊？张导和他的团队是温柔特地请来为你们拍摄婚礼纪录片的。嗯。他之前没跟你说过吧？就是张导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导演，很忙也很贵，难得今天来，麻烦你跟各位宾客还有工作人员说一下，配合我们一下，我们马上开始。行。After the tears have been dried.Drop all the fear in your eyes. I can see through your disguise. I still love you. After the shouting is through, the heart a bit battered and bruised. Taking a good look at you, I still love you. 啊！导演，怎么了？让那两个演员啊，再靠近点。然后背后呢，再布置的丰富点。去吧，去吧。收到。哎呀，新郎新娘怎么回事？你们甜蜜点，幸福点，温柔点，把感情放出来啊！还有宾客们，你们笑啊！氛围呢？再来遍。老公，我们再彩排一次，精益求精嘛。来来，放饭了，走走走走走。干嘛呢你？真请上剧组盒饭了？那能怎么办嘛？不过我刚问了那个制片人啊，他们大概还有半个小时，这个场景就拍完了，正好在咱们婚礼开始之前，一切都结束。你想得美！我们工作人员要来的剧本，你看看这场戏，婚礼进行到最后的时候，突然有个灯砸在了新郎的身上，新郎的下半辈子就在轮椅中度过。是我太天真了。就是嘛，这编剧弄这么大一个场景，肯定就是得弄出点人命来。不过你说这剧组应该是会有保护措施的吧？而且那灯肯定就是个道具，总不能说把演员真的搞出人命来了吧？这被稍微的砸一下下，应该没什么事吧？是你亲老公吗？你到底爱不爱善良？我当然爱啊！
这不正在守护住我的爱情吗？温柔，他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怎么了？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导演，我也不知道，这演员临时改戏了。导演，这样谁可到了？严不严重？严不严重？那导演，这戏，哎呀，仁义是吧？总是有遗憾的。转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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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场。温柔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可能就是太激动了，这一切都像一个梦一样。有一个这么梦幻的婚礼，还有一个这么好的拍摄团队，老公，我害怕。这一切都太不真实了，我怕这个梦也不是真的。我们可不可以让拍摄团队走？我想要一个只属于你跟我的婚礼。好，韩青。让那个张导走吧。谢谢老公。温柔，我会爱你一生一世的，不会再让你受半点伤害。在爸爸的见证下，我终于娶到了我最心爱的女孩。看着她一步步朝我走来，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。善良先生，你愿意娶面前这个女人吗？爱她，忠诚于她，不论她是贫困、患病或者残疾，直至死亡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温柔女士，你愿意嫁给面前这个男人吗？爱她，忠诚于她，不论她是贫困、患病或者残疾，直至死亡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下面请双方新人交换戒指。喂，沈总，我推荐的这个场地还有人员都不错吧？嗯，顺利，就是有点太顺利。
恭喜你啊，达成所愿。之前不是你说女人不能太主动吗？遇到喜欢的男生，女生主动一点有错吗？天经地义的。但是你和善良匹配吗？王子和灰姑娘难道不是更般配吗？小温柔啊，送给你。嗯。这是银的。是银的，这个以前善良妈妈戴过，她去世以后啊，我就把它保留下来了，现在送给你，你别嫌弃啊。我怎么会嫌弃？我特别喜欢。好看，好看！谢谢爸。爸，温柔啊，牛排烤好了。哦，那就吃饭吧。啊，你怎么带了这个？佳佳，哎，没关系的。怎么了？爸，温柔她对赢的饰品过敏。哎呀，你看你这孩子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来来来，我帮你摘下来。啊，没事吧？我自己来。那我去药箱给你拿药啊。我来。没事吧？哎，药来了，药来了。爸，给我啊。对不起，爸。哎呀，温柔啊，你以后有什么话，就跟爸爸说，不要拘束，我们都是一家人了嘛。谢谢爸。没事了吧？嗯，没事，吃吧吃吧。哎，好。要不一会儿我给你拿一身衣服，你自己换上。要不干活不方便。干活？这块地啊，就是我一个小爱好。哎呀，那些年工作特别忙，就想着等善良长大，我就赶紧退休。现在梦圆了。哎，我就在这儿啊，你看看，种种这些菜，养养鸡鸭鹅，以后你们缺什么呀，就到我这儿来拿，我这儿都是绿色食品啊。嗯，好。小温柔啊，你是不是和家里人待的时间短，在外面集体的生活过得多呀？我之前上的一直是寄宿学校，然后他那所学校的教育呢，确实要比普通的学校好一点。我呢，一放假就会回家，所以其实我跟我家里人的关系特别的好。但上次婚礼呢，是因为我爸妈他们长期在国外，所以就没有能出席。没关系，我和善良不介意的。爸，谢谢您把善良教得这么好，能跟他在一起，我很幸福。善良这孩子品质极好，他能跟你在一起，我相信他的眼光，在茫茫的人海当中寻觅到你，决定跟你在一起，那就证明你的本质也是非常好的。爸爸看好你们，你们俩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一对儿。爸啊，其实你有什么话要和我或是善良说吗？善良10岁的时候，他的妈妈病逝了。那个时候，他非常的沉默，一天也说不了3句话。当时我也非常痛苦，
所以忽略了善良在学校被同学孤立的事。他跟我说，是一个女孩，在他困难的时候帮助了他，让他看到了这个世界上好人多。善良，我们都曾有脆弱的一面。你用你的勇敢战胜了过去，成为了今天的你，而我原谅我还不够强大，无法放下那些过去。我不在乎别人对我的非议，可我不想让你成为众矢之的。我会努力追赶你的脚步，等到我能够与你并肩站在一起的那一天，我会把全部的过去都告诉你，绝不隐瞒。我喜欢这个面包，可惜只剩一个了，怎么办？哦，没事，这个给你，老板，我要这个。谢谢你。不客气。拿好了。哟，姑娘，是你啊？这连着一个月了，每天都能看到你。是呀，我老公最喜欢吃你们家面包了。识货。这样啊，以后我每天给你预留一份，你直接来拿就行。谢谢老板。嗯。慢走啊，拜拜。哎，婚礼没白办啊，你那双水晶鞋销量已经突破1000了。好了好了，所以我现在不是来工厂追加订单了吗？昨天我们的单日销售量直接超越了万利。别激动，这才哪到哪，总有一天我们会在各个方面都超过万利。追加的这批货我们会尽快生产，第一批货还差最后一步质检，就可以顺利出货了。好的，谢谢。哎，不客气，应该的。喂，我追加合同已经签完了，你那边呢？签完了。对啊，我签完了。啊，完了完了完了。对呀，完了。我说我们完了。我这两天不是一直在对 Polymod 的商标问题吗？所有的合同细节都已经过完了，就差签字了。结果卖家今天放我鸽子了，他说我们的商标被人高价买走了。什么？霍利莫达就是我们当初随口想出来的，谁会出那么高价买一个野鸡商标？商标是你买的？
新婚快乐。来点实际的，我不介意多收点份子钱。我给过了，庄园主替你收了。庄园主，你来过我婚礼？剧组是你请来的。你喜欢演戏，我帮你安排剧情，不好吗？这些看起来过瘾吗？确实精彩。只不过我没搞清楚，你冒险救他是真心啊，还是在演？你整天围着我转，你是有多闲呢？你该不会是对我……你别误会，我对你没有任何那方面的想法，我只是想知道，你还能干出什么刷新我三观的事儿。道德审判啊，人性探索，连抢商标准轨迹都能想得出来。你应该探索探索你自己。跟你比，甘拜下风。你不会真以为你自己事业上的成功是靠正当手段得来的吧？你的鞋子之所以能做成，还不是因为嫁给了善良，走了这条捷径。不瞒你说，我要想走捷径，我有更近的路，何必选择善良这拐一道弯呢？我赚的每一笔钱，都是靠我自己本事赚的。黑历史在前，你说什么我都不会信的。说吧，商标多少钱？多少钱也不卖。你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我闲啊。我不是要退订单，我现在遇到了一点问题，我想要暂停出货。温柔小姐，第一批鞋子已经做好了。可你现在停工的话，损失很大。抱歉啊，您还是赶紧解决商标的问题吧，货不能这么压着的，你快处理好吧。魏寒清，我在小屋这边呢。怎么突然去小屋了？没什么，就突然想回来看看。百因必有果，我的报应就是我。果然，过了12点钟，灰姑娘最后被打回原形的。我现在做的一切，就是为了弄明白，为什么你对我坦白，却对你丈夫隐瞒？难道是我不如他吗？你究竟想要什么？我还从没对哪个女人的行为产生过如此大的兴趣。老板，商标的事情合同已经走好了。好，你花这么大价钱买这个商标，是要准备进军鞋业吗？还是准备做点别的呀？我什么也不干。啊？那你买了做什么？买来看热闹。看热闹？不是，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？哎，开车。好。老婆，你怎么看着心事重重的？哦，没有啊。老公，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。等一下，我有个惊喜给你，你先闭上眼睛。哦，知道了。我不说睁眼，你不能睁啊！你没在我面前。好，知道了。
睁眼吧。这是什么？我前些天在你的工作台上看到你的一些手稿，就打印了出来。我知道这些对你来说是最珍贵的东西，我就想留下来做个纪念。我看了手稿才知道，万丽一直是你的目标。今天万丽发售了春季新品，能看得出他们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舍弃了许多万丽原本的特色。我的 Poly Mode 虽然不能满足每个人的口味，但绝不会放弃自己的特色。万丽的夏季限定款到手了，设计上一如既往走下坡路，恨不得把每个潮流元素都放上去，引以为戒。我的 Poly Mode 虽然不能满足每个人的口味，但绝不会放弃自己的特色。记住，比起取悦别人来说，更重要的是取悦自己。你努力去超越行业第一，勇敢而踏实地去实现梦想，那我也要和你一起去超越万丽。老公，我一定会成为最优秀的设计师，设计出最漂亮的鞋子。谢谢你，一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陪我克服。老婆，你刚才不是说有事儿要跟我讲吗？哦，没什么。行吧，我算了一下，账面上的账刚好可以赔工程的违约金。到手的鸭子不能飞了。事到如今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去找苏子国，诚恳的赔礼道歉，他一定会放过我的。去吧，门在那边。不然，我就去找善良道歉，我跟他说我骗了他。去吧，门还在那边。赔钱没什么。大不了就重新开始嘛，但寻觅这批货马上就要发出去了，咱们现在商标的事情没有解决，普林莫的它就是一个盗版，不能牵连了寻觅跟善良。如果实在没办法开口说实话的话，其实还有一个办法。当初我们选普林莫的是因为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意大利手工坊，其实我打听了一下，当地的这种手工作坊很多。这样，你拖寻觅半个月，给我半个月的时间，我再重新去搞个商标。再拖半个月，那我跟善良商量一下。那你负责购买新商标，咱兵分两路，抓紧时间。鞋子还没发货，可能出了什么小问题吧，晚上我回去问问。单总，这可是送给女性客户们三八女神节的礼物。现在都3月5号了，再不发货就来不及了。这温柔小姐到底什么时候处理这些订单啊？实在不行就晚几天。3月12，植树节，送棵树。那就再晚几天。3月15，打假节，打谁的假啊？单总，这件事情涉及到公司的信誉，我们既然承诺了要送定制礼物，就必须得做到。要是做不到，我们还不如不承诺呢。当初就应该选万丽，不然哪会发生这种事情。这件事情我来解决，你们都放心，鞋子一定会按时送到客户的手里的。小单总，恕我直言，您是温柔小姐的老公，在她有困难的时候帮助她是应该的，但您更是寻觅的总裁，也应该对寻觅的信誉负责。如果这个乙方不是温柔小姐，面对这样的违约行为，您还会是这个态度吗？你怎么来了？我给大家送一点下午茶，你们辛苦了。别这么客气，快坐呀！坐呀！温柔小姐，刚才我说的话你应该都听到了，我只是就事论事。我必须对寻觅还有寻觅的客户负责，请你理解。工厂那边的确是出了一些小问题，不过都已经解决了，明天就可以全部发货，请你放心，
我一定不会影响寻觅的信誉。当然，那是当然啊。哎，怎么这么难啊？催明天发货，怎么发货？拿什么发？我得去求一个人了。该不会是……你想好了吗？赢过万丽是你一直以来的目标，为了善良就放弃，值得吗？嗨，不就赢万丽吗？这次不行还有下一次吗？可是我不想让善良失望，一次都不想。打破夜空，短暂的淡漠。
黑。